下午好，今天是2022年5月10号，星期二。以下是今天的1688澳洲晚报。新州 Newcastle 发现一名潜水员尸体和超过50公斤的可卡因。周一早上，新州 Newcastle 警方接到报警，发现一名潜水员尸体和超过50公斤的可卡因。警方消息称，这名潜水员试图将50多公斤的可卡因从一艘船上运送至悉尼。据了解，这些可卡因的交易价格在2000万澳币左右。来关注今天的澳洲疫情，新州今天新增本地传播病例10321例，17例死亡。截至目前，1538例患者住院，55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。维州今天新增12722例本地传播病例，18例死亡。截至目前，519例患者住院，34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。昆州今天新增6566例本地传播病例，3例死亡。截至目前，456例患者住院，14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。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。更多新闻资讯，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。